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一节，拄假节也名搬过节近啦。这是长甲文书找看有虾米法通害死耶稣，是因为因惊百姓。三节，这是撒旦入伫迄个称作加略人犹大心。伊本来是十二门徒的一个，伊去甲祭司长、甲守定官参详，要用什么法将耶稣交予因？因欢喜，就约定予伊人啊。伊应允，就找机会要趁众人无伫的时阵，将耶稣交予因。七节，拄假节，应该太半过节的羊羔。迄一日已经到，耶稣找彼得、约翰，讲：“恁去为咱预备搬过节的筵席，予咱通来食。”因问伊讲：“爱阮伫虾米所在预备？”耶稣讲：“恁入城，要有一个人带水瓶来拄着恁，恁就对伊，到伊所入去的厝。”对迄间厝的主人讲，先生问讲，客厅伫倒位？我甲文道要伫遮，食半过节筵席，伊要用楼顶摆整齐的大厅，互恁看，恁就伫遐预备。因去所拄着的，拄照耶稣所讲的，因就预备半过节筵席。十四节，时到。耶稣坐席，使徒也甲伊做伙坐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我真愿意伫受害大生，甲恁食这个半过节的筵席。我甲恁讲，我未要阁食这个筵席，到应验伫神的国。”十七节，耶稣接杯来，祝谢了，讲：“恁摕这个，分予大家啉。”我甲恁讲。对答以后，我无阁啉这个葡萄汁，直等神的国来到。十九节，阁摕饼来祝谢，就拨予因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来献的，恁也应该着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安尼捧杯来讲：这个杯是用我的血。所立的新约是为着恁流出来的。看，迄、那个卖我的人的手，甲我做伙伫桌顶。人主真正要照所预定的离开世间，但卖人主的人有在的，因就三对问，是对一个要做这个代志。二四站，门徒去争论，因中间。看对一个通算做大，耶稣讲：我帮人有君王做主来治理因，迄、那个掌管管因的称作因主。若是恁毋通安尼，恁中间做大的倒亲像施舍，做头的倒亲像服侍人的。是虾米人做大？是坐席的啊，还是服侍人的啊？敢毋是坐席的大吗？若是我伫恁中间，亲像服侍人的，我伫磨练中，常常甲我同在就是恁。我将国赐予恁，拄亲像我的爸赐予我一样，互恁伫我的国，坐伫我的道食啉，搁坐伫宝座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。三十一节，主阁讲：西门，西门，撒旦爱要得着恁，爱拨恁，亲像拨马一样。若是我已经为你祈求，予你的信心无低到失落，你回头以后，要坚固你的兄弟。彼得讲：主啊，我就是做伙甲你关落家。做伙甲你受死也是甘心。耶稣讲：彼得，我甲你讲，
今仔日计一位提，你要三拜唔认我。三十五节，耶稣佮对因讲：我找恁出去的时阵，无带钱袋，无带袋啊，无带鞋，恁有欠什么无？因讲无。耶稣讲：但现在有钱袋，通带嘞。有袋仔的也着安尼，无袋的着卖衫来买刀。我甲恁讲，圣经记着讲，伊受勒伫罪犯中。即句话的确应验伫我的身躯，因为迄个关系我的事要成就。因讲主啊，请看，伫遮有两支刀。耶稣讲，够热啦。三十九站，耶稣出去，照常去橄榄山，门徒也对伊到迄所在，就对因讲：恁着祈祷，免得入地迷惑。就离开因，大约有迄一块石头下远，跪落去祈祷，讲：爸啊，你若愿意，就将这个杯离开我。总是唔通照我的意思，只爱照你的意思。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，来加添伊的力。耶稣极其痛苦，祈祷那困切，伊的肝亲像大点火，滴落涂骹。四十五节，祈祷煞就起来到温度下，看起因因为忧愁。拢在困，就对因讲：恁是安怎在困啊？起来祈祷，免得入地迷惑。四十七节，还在讲话时阵，有几阵人到。迄十二门徒的一个，名叫犹大，行伫头前，就近我耶稣，要甲伊斟。耶稣对伊讲：犹大，你用金嘴的暗号卖银子吗？左右的人看到监控无好，就讲：主啊，阮得用刀来杀因吗？内中有一个人将大祭司的萝卜杀一刀，下去伊正病的耳仔。耶稣讲：代志到安尼，实在因就帮迄个人的耳仔将伊医好。耶稣对遐来掠伊的祭司长、甲守殿官、甲长老讲：恁举刀、甲锤啊，出来掠我，亲像掠贼吗？我日日甲恁伫殿内，恁无伸手掠我，现在却是恁的时候，甲黑暗的关系。五十四节，因就掠耶稣，将伊带到大祭司的厝。彼得远远对伊，因伫店里聚会，做伙伫坐，彼得也坐伫因中间。有一个女婢看到彼得五花光伫坐，就注目看伊，讲：这个人平素也是甲迄个人做阵的。彼得却唔承认，讲：附近人啊，我唔捌伊。五十八节，过无偌久的时阵，阁有一个人看起伊，讲：你也是因一党的。彼得讲：你这个人，我唔是。大约过一小时，阁有一个人出力的讲：伊实在是甲迄人做阵的，因为伊也是加利利人。彼得讲：你这个人，我唔知你讲的是虾米。都讲话时，假就提，主歪头看彼得，彼得就记得主对伊所讲的话。今仔日假提的大声，你要三拜唔认我，伊就出去大啼哭。六十三节，固守耶稣的人欺人伊，怕伊，佮用伊的目睭问伊讲：你是先知？甲阮讲。怕你的是什么人？因要讲真多别行的话来亵渎伊。
六十六载，天一光，百姓会涨张了，连祭司长、大文士拢聚集，将耶稣带到因的公会，讲：你若是基督，就甲阮讲。耶稣讲：我若甲恁讲，恁也毋信；我若问恁，恁也毋应。对答以后，人主要坐伫神权柄的正边，因拢讲安尼：你是神的子吗？耶稣讲：恁所讲的是。因讲：太多搁用见证呢？伊亲嘴所讲的，咱拢亲自听着啦。